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张凯恩，我来自 Batch 25。最近呢，我刚刚得到了 Scoot 这一份工作。整个面试的过程是很有趣的，因为在我面试之前，凯恩的秘密为我准备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让我有了充分的准备，然后我在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发挥我自己的能力，然后我就成功拿到了这份工作。首先我要谢谢凯恩跟妮妮，因为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关于航空的知识，也为我这次的面试准备了很多。第二，我也要谢谢我的妈妈，因为有她的支持，我才可以这么成功的拿到这份工作。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次的 video， 我希望可以再请讲我见到你们，拜拜。